大家好，我是 Rebecc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最近呢，我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就是拍一下我自己鞋子的红黑榜。那由于视频时长的原因呢，我会把这个视频分为两期。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19年非常喜欢的大牌鞋子。那我一共整理了1、2、3、4、5、6、7、8、9、10、11、12，那实际上呢，刨去同款只有8双鞋子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就继续看下去吧。第一双想跟大家分享的鞋子呢，其实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是我这两年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叫龟底。就是这个品牌他们家的靴子，我觉得这个靴子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并且非常百搭好穿的一款鞋子，也属于一双穿多少年都不会被淘汰的鞋子。很多人呢也许不太了解这个龟底的品牌，那我现在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整个品牌呢是以前卖皮具的，也是属于一个非常低调并且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牌。他们当时这个公司呢是会给那个一些大品牌，比如说 Prada、 Ray Coven 啊，提供一些比较上好的皮革。但其实龟底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这些靴子，它是近20年才对鞋子开始做开发的。龟底这个品牌比较独特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专门的水洗柔软皮革，这种特殊的工艺呢，使得他们家做出来的成品，这个鞋子的皮革非常的柔软，包括它的颜色，这种褶皱都是特别的自然，并且这个品牌的所有鞋都是手工制成的，所以呢，这一点就是外面再厉害的高仿都做不到的一点。我觉得龟底现在市面上的高仿还是挺多的，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尤其是这种皮质的褶皱，它会跟着你的脚型一起上来，然后每一个褶皱其实做出来都是很自然并且很好看的。龟底这个品牌呢，其实他们家比较有名的就是小短靴，但我自己买过的只有788、310和 PL2 这三款，其实说实话也是算是他们家最火的三款。那我今天在这里呢，跟那些不太了解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这几款比较有名的龟底的型号，那这样呢比较方便你们选择自己适合的那款靴子。其实他们家的靴子呢，主要就是分为后拉链和前拉链。那我先从前拉链说起，前拉链的第一款呢就是什么10，比如说210、310、410。我这里手上呢有一双是310，这是我买的第一双龟底的靴子。那个时候其实自己也没有太做功课，我不是那么喜欢310的鞋型，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就是前面是一个有前面拉链的一款靴子，是这样子的。310的这个靴筒的高度属于比较中间的，是在小腿肚中间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个高度的靴子是最适合我的腿型，也是我最爱穿的一个高度。大家能发现一会儿我买的所有款都是这个高度的。那在小腿肚中间就是310，稍微矮一点，在脚踝侧那边就是210。那像410呢，就差不多要接近膝盖的那个高度。我到时候会把那个图片放在这边。10系列的这个跟呢都是比较矮的，基本上也只有2厘米这样。整个的鞋型呢比较包脚，前面头也是非常小的，这样是细细扁扁的上来。然后小腿这边对我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松，但是脚踝这边是非常紧的。它这个前拉链里面呢会有一个鞋舌，这就是和其他款式不一样的地方。它拉起来的整个高度，这个鞋舌会突出一点，所以是一个前高后低的靴筒。整个鞋呢也是紧紧的包住脚，一直这样很流畅的上来的，所以脚有点宽的朋友呢穿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紧，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龟底的这个水洗皮革它是越穿越松，它的鞋子这个皮质会跟着你的脚型上来，所以穿一穿自己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快呢这个鞋子就可以适应到你的脚型。然后10系列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跟大家介绍第二款前拉链的靴子，就是 PL 系列，就是长这个样子，也是大家其实最常见的一款鞋型我觉得。然后我这款呢是 PL2， 也是跟310是一个高度的。同样呢他们还有 PL1、 PL2、 PL3、 PL4， 然后就像 PL1 就会比我这个短一点，差不多就像10系列的210这个高度到脚踝那边，然后像 PL3 就是接近于膝盖， PL4 呢就是再往膝盖再朝上的一款长靴子。像 PL 系列和10系列他们比较好分，是数字越小就等于越矮。其实 PL 系列和10系列都比较好分，基本上都属于数字越小鞋帮越短的一个规律。 PL 系列的鞋头大家能看到是稍微有一点高，有一点翘的，然后鞋头是有一点方方的，前掌呢有一个很隐藏式的防水台，差不多有2.5厘米这样子。然后它后面的鞋跟呢有4.5厘米，其实还算挺增高的。那这两款前拉链，这个 PL 系列相比10系列，我觉得它是穿起来会更舒服，给人感觉是更酷，是有增高并且会显腿长腿细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不一样的就是 PL 系列这边前面是没有
有鞋舌的，是直接的拉链，然后后面呢这边有一个提鞋的一个像马丁靴，后面也会有的一个小揪。这两款鞋子虽然都是前拉链的，但是其实鞋型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大家也能看得出来。然后具体说哪个好呢，我还真的说不出来，利弊各半吧。有些人很喜欢伊林系列，有些人很喜欢 PL 系列。 PL 系列呢虽然它有增高的效果并且穿着比较舒服，但是它是有点略显笨重的。像伊林呢就是纤细很多，但是它就没有增高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显腿长。并且 PL 系列呢是一张皮制成的，像伊林系列这边就有那个两个皮的这个间接的缝，所以大家就看自己喜欢的。如果你是比较纤细比较女人的那种女生，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伊林系列。那如果你是那种酷酷的女生，或者是比较可爱的女生，我觉得PL 系列更适合你，还是因人而异吧，看看你们具体喜欢哪个鞋型。这就是龟弟的两个比较火的前拉链的型号，然后呢就是后拉链的系列，也就是我最爱的一个系列，就是七什么什么七打头的一个系列，也就是这两款。这两款呢都是788，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型号没有之一。它的高度是刚刚好在我的那个小腿中间，和刚刚的 PL2 和310是一样的高度。给大家看一下七打头的这个系列，后跟也是比较高的，跟 PL2 的跟是差不多的，应该也有4.5厘米。然后前面的鞋头呢也会有一点点高，不会像310那么瘪，但是也没有 PL2 的那么翘或者圆，就没有那种笨笨重重的感觉。而且它是一个小圆头，也是非常好看的。最重要的这个系列的拉链是在它们的后侧，它拉上之后整个鞋型看前面就是跟你的脚型跟你的腿型来走的，呈现这个褶皱的效果是我最爱这个鞋的原因。这个鞋呢其实你刚来的时候它也不会说是很新，因为它是经过水洗之后的，会有一点点做旧复古的感觉，包括它后面这个拉链都不会是那种很新很新的5金，刚来的时候也没有这种褶皱，也没有这么漂亮的褶皱效果，就是还比较平整。说到这里我就觉得可能会很多人觉得龟底不是很好看，可能觉得我的眼光不是很好，但是真的是个人风格不一样吧。龟底是很暗黑风格的，我倒不是说很喜欢暗黑风格的那种人，但是龟底呢就像我说的是一个非常百搭并且一年四季都能穿并且很显腿型脚型好看的一款鞋子。我觉得这个品牌的鞋子如果你入了第一双就会中了它的毒，你就会买第二双。就像我现在我已经 ready 好，我准备要买一双白色的788，就是夏天穿比较好看，或者是现在这个天气穿光腿神器穿的那个白色真的非常好看。这个七打头的系列呢就是七后面跟两个数字，就比如说788啊、789啊、796啊什么什么，比如7910啊这种数字。但是他们这个鞋型呢还会有延伸鞋型，就比如说后面有后缀，比如说有 Z 啊或者有 V 这样的。这样的呢就是有 V 就是登山鞋，它的鞋底呢就是那种胶质的材底，那如果是 Z 啊或者是没有后缀的都是这种正常的龟弟自己的鞋底。那我这两款呢都是没有后缀的，就是都是788。七打头系列真的没有像之前那两个系列那么好分，但基本上热门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款。我的最爱，我这两年最常穿的鞋子就是它，后拉链前面非常的好搭，无论我穿牛仔裤啊、打底裤或者裙子我都会穿它。这双鞋子真的非常的显腿细显腿长，像这个漂亮自然的褶皱真的是外面高仿做不到的。龟底呢它每个系列的颜色都有很多，像最常见的就是黑白红，那还有那些粉绿蓝紫灰什么各种各样的颜色他们家都有出，其实也都挺好看的。之前我有订过一个粉色，后来我就给退了，就觉得那么贵的一双鞋又不是很百搭。至于鞋号呢，我自己本人是穿37码半的，我买龟弟一般会偏大半码，比如说我这些所有的鞋子基本上都是38，只有310是39。310这双呢其实是我自己买的比较失误的，是我去店里试的，他们家当时好像只有37和39，我穿37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就感觉两边又有点夹脚，小腿那边拉起来也是稍微有一点困难，然后我就选择了39，就会让我穿成这样。就是你前面的鞋头根本就不够饱满，因为我有这么大块都是空余的，所以这边的鞋头就没有被我撑开，旁边就反而弄得很难看。我觉得龟弟这双鞋子可以买偏大半码，但你不要多太多，因为它的皮质真的非常软，它会根据你的脚型所变化。那如果你也有条件的话最好去试一下，因为它每双鞋子毕竟都是手工做的，所以说它可能号码并不是那么的准确。那如果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建议你们盲买的话还是买大半码比较好。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忠告，就是买龟弟这个鞋子它每个鞋子都会给你附赠有底，你一定要去找个鞋匠把这个底儿给打上。其实我这几双只有这个 PL
TL20 打上底儿的，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黑色给的底儿就是黑色，好像红色给的底儿也是红色，白色给的底儿都是这个颜色的。但是其实穿起来是不影响美观的，根本就看不出来。打这个鞋底儿好在哪儿呢？因为它不仅仅会保护你的鞋子，走路也会更舒服。最重要的就是你鞋子使用的寿命会长很多。那好了，龟弟这个品牌差不多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赶紧进入下一个鞋子，就是我第二双比较喜欢的鞋子，就是底味的这双老爹鞋。这双其实是我近期刚入的鞋子，刚买了3个月差不多，然后是在国内的专柜买的，价格呢是7000多，差不多8000人民币这个样子，是买贵了。我们这边好像才1200加币这样，虽然我入它不久，它刚出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穿它的频率真的太高了，陪伴了我差不多是从夏天到冬天，就是属于底味这个品牌的老爹鞋。这两年也是超级流行老爹鞋了，各大品牌都有出。这双鞋呢还有其他颜色，有黑色、白色，还有顶上带花的，或者是有这个旁边带新的那个我爱你。我觉得黑色、白色都很好看，但我最喜欢就是这双，我觉得最适合我。我觉得这双鞋唯一的缺点就是沉，它要比巴黎世家和 LV 的老爹鞋要重很多，但是它真的太美了，而且完全不磨脚，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忽略掉这个缺点。这个鞋型大家不觉得就很像就是跳舞的时候穿的那种舞蹈鞋一样的鞋型，然后属于那种瘦瘦的，不是像普通老爹鞋是那种肥肥大大的，但是它后跟呢也是那种老爹鞋的样子，后面有一个比较笨重的大鞋底儿，而且上面有一个底味的这样的 logo， 我觉得非常好看。它鞋子两边呢是这种一个橡胶的材质，然后上面的鞋带就是跟鞋色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有一个这样小小的 logo，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底味这双呢，这双后面是软软的，包括巴黎世家也是后面是软软的，它不会是那种很硬的，所以说我经常着急出门的时候我就这样拖出去穿，直接脚进去就好了，而且不会给鞋子踩坏。它这种收放自如的感觉，我都觉得它是不是原本就有这样的设计。最后很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它和别的老爹鞋最大的区别，虽然它是运动鞋，又会给人感觉很有女人味的一双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注意啊，这双鞋不太适合脚有点宽或者脚胖的人穿，因为我当时和我妈一起去买的这双鞋，然后我妈妈也很喜欢，但是她当时试的她会比我脚宽一点点，还没有很多，但是她又觉得这双鞋她穿着很不舒服，我就觉得很好。这双就是我第二个非常喜欢的大牌鞋。那然后第三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大牌鞋子呢是这个 LV 的小白鞋。这个鞋呢是我在温哥华 LV 专柜买的，差不多是1000出头加币这样子。这双鞋是我去年买的，那我主要推荐它的原因呢，换句话来说就是大家如果只有拥有一款鞋子，大家会选择什么鞋子呢？我觉得我心里的答案应该是小白鞋，就是想说有没有任何一双鞋子可以这么好看，这么好穿，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搭配任何风格的衣服的一个鞋子，那我能想到的只有小白鞋了。同样也是现在多少品牌陆陆续续都有出小白鞋，我自己有买过一些品牌，但是我最喜欢就是 LV 的这双。跟大家说实话啊，这些小白鞋就我先说我穿过的，比如说 McQueen 的、 Valentino 的、 Gucci 的，其实无论他们穿起来的舒适度包括他们的百搭程度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为什么小白鞋我就没有拿他们出来讲呢？因为我就觉得它是烂大街了，感觉大多数的人选择小白鞋都会是选择这几个牌子，尤其这三个牌子居多。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去 LV 店里看到这双鞋，我就觉得这双鞋简直是脱颖而出，整个干干净净的小白鞋上有一个他们家的经典皮，不对，是经典革，然后上面有他们家用花体写的他们家的全称，旁边鞋侧呢这边还有金色的一个小 logo， 后面鞋跟这里呢也有一个他们家的经典革。我觉得这双小白鞋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比较与众不同。这两年不是很流行那种就是复古那种 logo 风吗？他们家的老花和小白鞋两个非常时尚的元素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双鞋。其实我也不太懂为什么这双鞋子就没有那么大火，可能是价格稍微会比 Gucci 和McQueen 贵一些些，但如今呢这双鞋已经没有完全一样的了，它有出一个新的款式，也就是上面的这个花体改成了一个比较可爱的字体，而且是用那种刺绣绣上去的，然后会比我这个贵个差不多100多加币。我觉得真的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但如果你喜欢这种比较类似这种设计和款式，你可以买另一双，就是我刚说那个，会把图片放到这边。然后下一双利用率比较高的呢，也是大家经常在我频道里能看到我穿的鞋子，就是这个巴黎世家的袜子鞋。这双鞋我两双，我有一双纯黑色的白底儿，和一个就是这个亮晶晶色的白加黑底儿。这两双都是我在温哥华 HR 买的，差不多价格是在1000不到900多加币这样子税后。但我现在发现 Sense 要比那个 HR 便宜一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价钱再买。这也是这两年我非常常穿的鞋子，大家应该在我的视频能看得到它出
镜真的很多次。我现在这双呢是亮晶晶的，我纯黑色的那双是在我国内的家里，我现在我妈妈有在穿，我们母女真的都超爱这双鞋。其实袜子鞋好像去年甚至是前年就开始已经火了，各大品牌也都有出。我和我妈妈呢都觉得巴黎世家这个品牌的袜子鞋是无品牌能敌的，它无论是设计啊，包括鞋底或者是整个鞋型都是非常符合我甚至是广大群众的需求。鞋身其实非常的普通，就是整个是一片一样的颜色，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小的巴黎世家的白色 logo， 然后鞋底呢也是运动又不失时尚，这个鞋真的穿着非常舒服。颜色的选择呢也有很多，有白色白底、黑色白底、黑色黑底、黑色白加黑底，然后又有这种 bling bling 的颜色，然后什么红色、蓝色，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但我觉得最好看就是黑色和我这双就是亮晶晶的颜色。这双鞋呢无非就是为了舒适和百搭，那就选择一个自己平时比较适合的颜色就最好。然后这双鞋的价钱呢也要比我前两款推荐的鞋子便宜很多，好像是税后的不到1000加币，然后又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穿的鞋子，所以我觉得是今年全年度最值得买的鞋子之一吧。那说完这几种运动休闲类的鞋子呢，我再说几款夏天可以穿的，但这几双鞋也是我今年乃至于这几年都是非常喜欢的鞋子，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第一双夏天比较爱穿的也是我夏天最必不可少的拖鞋呢，就是爱马仕的 H 拖鞋，就是这个。我这款白色已经不好意思给大家看一下细节了，因为真的已经脏到爆。那双白色差不多是我6-7年前买的第一双爱马仕的这个 H 拖鞋，一直以来这几年都是我夏天必不可少的拖鞋，没有之一。这双鞋的上脚非常好看，而且颜色和皮质的种类都选择性很多，比如说牛皮、鸵鸟皮、蜥蜴皮、鳄鱼皮，还有那些闪片的，有很多可供选择。那我之前有朋友说他自己穿这个上脚很磨脚，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分脚型。这双鞋对我来说上脚就非常的舒服。我第一双选择的这个白色呢是真的觉得夏天很清新，而且确实非常的百搭。整个这个拖鞋都是用牛皮制成的，然后下面好像是那个木质的那种底，虽然鞋底是那种木质硬硬的，但是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因为它上面这个皮质，爱马仕的皮带都知道就是那种很软，而且它也会就是根据你的脚型走，但是不好的点就是它这上面会有一些褶皱。那这种褶皱呢和龟底就不一样，龟底的褶皱就觉得是很好看的那种，但是这种褶皱会显得这双鞋很旧。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双鞋真的被我穿的已经狼狈不堪了。因为有一次我出海穿它，然后不小心掉到海里了，然后被盐水的浸泡与腐蚀，这双鞋子就变成这样了。这个顶上这个皮都泡坏了，然后这个鞋底儿啊也是超级恶心，就是也是穿过太多年了吧，然后这个木头都已经泡得不平整了，穿起来要格外小心，因为如果泡水这双鞋子差不多就废掉了。但是我还是会拿外面就是处理包包鞋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它应该能修复得好。像我买的这双是白色的，它还有一点不好在哪儿，就是夏天尤其在国内穿拖鞋在外面走的时候，你脚很容易有一些灰尘啊粘在你脚上，然后这块就会有那个脚趾印，我就觉得非常尴尬。尤其拖鞋去朋友家串门，然后你拖鞋看到这边就让人家感觉你有多脏一样，但其实不是说你脚很脏，只不过就是有一些灰尘会在这边有一个印子。然后接着呢，前年我又入了一双以蓝色的鸵鸟皮的这双鞋，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双鞋，但明显这个颜色就没有白色百搭。那我当时试这双鞋子，我又觉得很好看，又很显脚白，但是这双鞋的利用率就没有那么高，因为它真的确实没有白色那么百搭，就感觉还是差了点什么。所以我建议大家买这双拖鞋还是颜色百搭优先吧，但是舒适度我觉得是完全 OK， 你也可以去店里试一下具体适不适合自己的脚型，而且设计也是很好看。然后下面两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夏天鞋子呢是两双高跟鞋。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脚吧，我的脚属于很矫情不太会穿高跟鞋的那种，但我自己本人呢又是很喜欢买高跟鞋，尤其是那种尖头细跟，我觉得非常有女人味儿。那我自己呢就总梦的励志，就发誓自己一定要成为会穿高跟鞋的女人，因为简直太美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功，还是在努力中吧。就我的脚真的很矫情，就不能受委屈吧，这点我自己也真的挺气的。有些时候甚至那种休闲的板鞋我穿的都是很磨脚，所以我对鞋子这个舒适度还是挺挑的。然后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高跟鞋就是连我都能穿的高跟鞋，就是这个 Stuart Weitzman 的一字带的高跟鞋。这双鞋超级超级的火，很多人都推过的。 SW 他们家的一字带高跟鞋真的有太多太多种了，有粗跟的有细跟的，然后有高跟的有矮跟的，然后有细带的有粗带的，真的有很多种，会有那种各种皮质的或者有布艺的。然后我买的这两双呢，从我先从第一双说起，就是这个银色的一个粗跟的
高跟鞋，这对你们来说可能不算太高吧，但是这双是我最舒服最舒服的一款高跟鞋，而且是这个银色的，我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这双的颜色呢，其实对大家只是一个参考，因为这一款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但主要我想说的这个鞋型是非常非常的满意。这个角度真的是我们这种不会穿高跟鞋的人的福音，尤其又是这种粗跟的，穿上去走路如履平地的那种。前面的一字带完全不会卡脚，然后后面这个绑带使得它非常的跟脚型，不会掉脚，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然后这种粗矮跟完全不会累，真的是一双连我都能穿着跑的一双高跟鞋吧。然后再说一下颜色，其实我还真的很喜欢这双银色，因为我经常穿单色系的衣服，比如说就是一身黑啊，或者是一个小白 one piece 的白裙子，然后我觉得穿一下这个高跟鞋，它是银色的，就可以提亮整个一身，并且又不是说很跳的那种。然后接下来呢，说另一双这个 SW 的一字带，这双鞋是不是就高了？是不是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高跟的了？这双鞋的高度对我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高了，整个这个绑带和鞋面都是一个缎面的设计，纯黑色，穿起来是那种很性感很有气质的一双鞋子。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跟啊，我喜欢那种非常细的跟，然后前面是那种非常细的绑带。但我买这个也是因为当时打折嘛，打折好像才折后300多块钱加币样子就把它拿下了。然后但是它这个头还蛮好看的，是这种稍微有一点方的头。这双鞋其实我没有穿过几次啊，一只手是可以数得出来，因为我真的不常穿高跟鞋，但是我穿这双鞋我觉得我起码是可以走路的，因为我其他穿的那些高跟鞋甚至我都不能走路，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这双鞋我可以正常走路，而且我可以站那很长时间。确实你如果走很多，你的前面脚掌还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对于这个高度来说我已经很满意了。这个一字带的鞋型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不像尖头鞋搭配的那么局限，就比如说这种鞋你虽然它很性感，但上面穿个大 T 它也是可以搭的。而且这种鞋子呢，我是常年做脚指甲的那种人，这种鞋子又可以露出我美丽的脚指甲，它不仅能露出我美丽的脚指甲，还可以露出整个的脚背，我觉得女人露出来脚背是非常性感的。接下来最后一双鞋了，也是形状其实差不多的这个 GZ 的高跟鞋，这个对你们来说更不算跟了吧，就是一个 GZ 的凉鞋，前面是这种钻头的，我非常非常喜欢，是我在北京的专柜买的，然后价格差不多是8000多人民币，可能也是稍微偏贵了一点，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超级超级美。其实这个鞋型跟刚刚那两双是差不多的，但我还是想拿它来单推一下，同样也是属于一双我可以穿着它跑的一双高跟鞋，虽然可能对你们来说不算高跟鞋，但是也算一个凉鞋吧。它的底儿是非常非常的硬的，但是我觉得这穿着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尤其呢像这种硬的鞋底儿，我还经常会买这种就是粘的这种硅胶的鞋底儿，就差不多是这样，然后脚穿着又不会很滑，而且稍微有一点软软的，不会直接接触到那么硬的鞋底儿，所以说舒适度是会提升很多。它虽然不算高跟吧，但是穿起来的气质完全不像平底鞋。这双鞋呢不仅舒服而且足够美，你看它前面是这种，上面是这种细细的带子，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绑带鞋的一个宽度，然后前面是这种三个像靠在一起又不是那种标志规规矩矩的那种钻带，我觉得他们家钻而且超级闪，看是吧，超级闪超级美的。虽然这个跟呢是粗跟，但是穿起来还是带点小性感，有一点小女人味儿的。其实 GZ 这款除了这个有绑带的，它还有没绑带的，就是拖鞋，有一个高跟拖鞋，有一个平底拖鞋，就是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鞋型。我主要就是觉得他们家这个三条带子太亮眼了，那如果你选择拖鞋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买平底的，如果是这种像有点高度的，还是有一个带子，我觉得会跟脚一些。那好了，以上呢就是我2019年非常喜欢的大牌鞋子。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大牌鞋子，可以留言给我，看看大家最想看的哪几双鞋子，我可以单出一期视频来分享给你们。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给我点赞，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了。然后下期呢，就是我大牌鞋子红黑榜的黑榜，记得来收看哦，下期见，拜拜。